嘿哈啦，我是李晨曦，我今天要为大家继续为大家带来度假小岛生存。OK， 今天呢，我就要把你，我看你们胸甲可以穿，没有，完全不能穿。好，今天我就要把你送上西天去取经。啊，我来看一下。它不会燃烧，那一样有两只的 boss 呢，就是一只要先用沙子闷，然后我一个人来对付它。卡住！啊，我来对付它，2000点血量，可能真的要撸蛮久的。开始吧！啊，今天打出暴击，两倍伤害。但可能打的就比较快一点，那这把剑应该是不会爆的。我希望啊。OK。我的酷酷。克星三，我为什么还要这两把剑？我不懂。两剑。我记得算是跳过音效哦。撸他！全部都付 X， 吃一些东西。然后胸甲就是不能穿嘛。我之后看看要不要换钻石好了。色超多。打他！然后顺便找一下魔神系列在哪里，我之后再去山顶上看一下。我记得有一套在这只身上而已。啊，兄弟，赶快抱一抱。OK， 好。省空间。是了，打不会太久嘛。啊，星际护腿就拿到了。OK，BOSS 的剑是哪一把？这一把。哦，这个。EX 能量剑。还未研发完成的致命武器，那接下来就换你了，乖，你血量也是2000嘛，继续对你打出暴击，那我来试试看他的胸甲能不能穿好。一样不行啊，抱歉。那你就赶快抱一抱吧。bug 百出。哎呦，这只反甲好高、哦！哇，这只有够屌反甲。那我去我先把剑丢掉好了。好。有一些都留着哈。他反甲真高哎，应该是全套反甲。
真是。来。如果可以穿胸甲，应该就简单一点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能穿，可能我使用 1.5.2 吧。对啊， 1.5 好像只有 1.5.2 啊。好，继续打。鞋子。哎，拳套反甲超硬的，哇！我感觉它比生化僵尸还要硬，感觉啊，生化僵尸可是有穿星际护腿。啊，各种反甲。就继续吧。真的超硬的，硬到一个不行。甲能穿吗？哎呦，啊是魔神胸甲呢！啊你被变成一半，然后还啊算了，胸甲也不能穿，没差、啊。好，那接下来剩下的 BOSS 应该就只剩下速度之神跟天神而已。好。速度之神，我给大家找一下好了。其实我也每一次都不太清楚它到底在哪里。啊，一样，胸甲就直接穿吧，发带下去爆。啊，剑应该也不用。好，上去吧。OK， 那找一下速度之神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啊，晚上！啊啊啊啊啊！速度之神呢？我先去，首先就是先到中间去，然后我在很多树的地方，应该就可以找到速度之神。然后隐藏 BOSS， 我之后再看看要怎么打。哎呀，哎呀，百步穿杨，嘿嘿，胸甲被射爆了。哦，没差。速度之神吗？应该是在这边的附近。嗯，速度之神。应该是在对面，记得是在对面。
我记得很清楚是在对面，然后1500滴血，速度很快，然后他的鞋子是神器。那我现在就去找他的鞋子。OK， 好，其实在这里附近。去树顶看一下哈，速度之神，速度之神。速度之神得从中央看一下，哪边看起来树比较多？这里看一下，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的话，我就要去。哈哈，也难找。有点难找哎。这已经离开山坡啦，在哪里啊？山上这边看一下哦，来瞭望一下。去那边看一下。Go， 穷啊！找到速度之神，那下面都是怪物，我直接在这边睡一觉。OK， 那下面可能会有点暗，那我身上也绝对没有火把，所以等一下就会很亮了，放心。要有怪物去踩。OK， 当然我要先把生怪砖处理一下。首先我得先摸到墙壁才行。压力板一定要有东西去踩，它才会亮。我先把灯打开好了。按不到。好，先开一盏。啊，这是丢奖励嘛？然后这边怎么没有控制感？那我得去对面把灯打开。好，冲啊！OK，
好，那接下来就是开始挖生怪砖。这里的，过来过来过来 ，OK， 然后之后就是换对面的钻石。OK， 好，冲啊！走开啦！那么烦呢、欸？好，又挖掉，又挖掉了，我又挖掉了。OK， 都挖掉。那现在就是把下面的这些小怪清一清。小怪清一清，然后把 BOSS 关起来，屌打一顿。那边的，过来。好，那个就只剩下 BOSS。就是我们现在的速度之神。当然，我现在这个压力板绝对要拆掉。我一提压力板的话，它就出来了。嗯，哦，可以直接穿，可以直接穿，穿起来就代表可以穿。那我应该多刷一点。实测，好，那我就先来看一下有东西可以搜刮。斧头那么多干嘛？好 ，OK， 继续执行我们该有的准备 ，Go， 想躲，躲去哪里？没地方躲的。速度之王1500，应该比刚才的吉伯特要快一点才对。啊啊啊啊啊！各种爆，杀他！呼，累了，想躲。鞋子爆。他也是啊，他也是全身反甲。喂。下来下来下来，不要躲了。
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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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再睡了。速度之神，这速度之神真的有点烦。哦，没有头盔可以穿的，哦，这个能量盔，起来啦！哇哇哇！幽灵鞋，就是刚才他们的东西。哎，你很烦呢。就不能给我愉快的打你吗？一直陷下去，鞋子，还有能量鞋，等一下就可以获得音速鞋。殴他！哎，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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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真久了。OK， 胸甲一样是不能穿。那天数鞋拿到了。OK， 那我们就可以返回了。那接下来就是天神了。那我们今天时光就结束哦。那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一集再会喽，拜拜。